你好，下午的2:58，今天2019年啊，3月5号，星期二。那么记者的位置呢，现在正在协天宫啊，协天宫啊，跟我们关圣帝君参拜祈福，跟我们关圣帝君参拜祈福。那么祈求我们关圣帝君啊，还有众神们能保佑记者燕国龙先生，还有那个啊，我们的环球邮报台北新闻的读者539的会员们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。刚刚碰到那位老兄贾大哲，他也是来拜关灯的。我们也都知道，我们碰到危急的时候一定要拜神。我每天要拜那么多的神，哇，不厌其烦的。为什么？闻到这个香味，我就感觉到很平安啊！非常感恩感谢关圣帝君、周山将军、关平太子、协天宫的众神们，感恩感谢，祈求今天降牌成功啊！祈求今天啊，两组牌都降牌成功啊！